这个是从我奶奶家拿回的海绵擦，已经发霉变形了，在她眼里还是个新的。赶紧给了她两个木浆海绵擦，估计你们都用过了吧，这个会变硬，然后遇水之后又会砰砰变大。最主要是它这个清洁力真的是挺强的，像这种油腻的盘子用它基本上就可以擦得很干净。它吸油却不容易挂油，也不容易变形，而且特别省洗洁精，一点点就能有很多的泡沫，买一块用了大半年都没啥问题。